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猪肝眼。哎，排骨边的，排骨边的。哎，排骨汤边的。这个是小肠。小肠。哎，这个汤太棒。太棒了。又到了每天最开心的时刻，就是吃饭时间。来了厦门的，当然要吃沙茶面。我在网上搜索了2个小时，非常。天哪，这家沙茶面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。月华沙茶面，哎。 这家店看着不错哦，老板这妹，给你一个小时，钱出来的那个姜撞奶，然后我打包了一份这个姜撞奶，我把它打包到那个我要吃的那个沙茶面的店吃它。我已经看到前边的人了，我去，一堆人在等这个沙茶面。它这边有这种经典的和普通的，哎，你来，我有经典的，小包这边坐着，在这吃。 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猪肝眼。哎，等下这是盖可以。啊，猪肝眼，排骨边的。排骨边的。哎，排骨汤边的。这个是小肠。小肠。这个是脆肠。脆肠。还有什么吗？就是这样吗？经典的还有什么？经典就是这样。那就这样。啊，汤太棒。太棒了。这什么汤啊？ 这是沙茶汤吗？沙茶汤，这个是最关键的。对对对，人超多的。这么小的一个店，然后人都坐满了，老板的大名很客气。来厦门的第一顿饭，吃一个沙茶面，厦门的特色。来对了，来对了是吧？好，尝尝看。嗯。 哇呀，太好了啊！对，就是这汤头，主要就是这汤。嗯，这汤头正好。这个汤就是这个的灵魂，直面一般汤非常好。哎，这个。嗯。老板，这个姜撞奶，凝固了这种姜味特别浓郁，而且微微辣，配着这个沙茶面简直是绝了。三个普通的肉臊。 加一个肉条，馆子里边还有个馅儿，加芯儿的，里边是牛肉吧？这个南北方的面是有差异，对于陕西西安来说，面一定要非常筋道，都嚼头。南方呢，更注重的是这个，比如说汤，包括它的配料、菜码，更注重的是这些东西。你像这个沙茶面，其实就是它就是靠这个汤，还有其他这些料来烹这个面，要不这个面没法吃。这种碱面是很有嚼头。 但这个料确实很多，各种料。吃面吃到最后就不是吃面，是吃这个料。这一罐子下去全是这配，什么肠、丸子，还有这豆腐。这豆腐，豆腐还是沙茶汤就稀满，特别好吃。 这个汤特别好，特别酷。小肠子吃起来没有大肠那么香，口感的更脆，大肠的糯不一样，西安的吃大肠多一点，小肠。在这边好像吃小肠的。两块都加一个豆。店开多少年？ 35年，35年，大概35年，就是一直在这个地方，一直是这个样子。它这里边这个肉很好吃。我问老板，老板说猪肉，排骨旁边的肉，它叫排骨旁边的肉，是接地气，排骨旁边的肉，非常有嚼头，带筋儿，带瘦肉，特别好吃。还有啊，还有。 汤太棒，微微带点咸味，甜甜的，然后还有点点辣吧，不是那么的冲，特别舒服。这一碗面呢是21块，反正不算便宜，口味中上。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味觉问题，还是怎么回事，并没有让我特别惊喜。我只能说还凑合。也许这家不是厦门最好的沙茶面，它名气最大，还是那句话，名气最大不一定最好吃，最好吃那个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，反正我找不见。